球主审的是统一超商彰中区营运部赖大正赖部长。今天统一 7-11 狮人的开球捕手背号34号高志刚。哦，他看到志刚来，他要以为要热身练投一下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哦，志刚，来，请先把球交给我们的开球投手。哦，第一球是练投。来，我们要现场要一起倒数3、2、1。OK， 现场全票哦。那我们一起倒数3、2、1 ，Action！ 谢谢。再次谢谢我们统一速达中区营运部吴步龙部长，还有统一超商彰中区营运部赖大正部长，以及百威女郎 Agnes 为我们今天球赛开出了这颗漂亮的好球。那我们统一 7-11 狮队林队苏泰安总经理今天也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，那更要感谢的是现场各位球迷朋友热情的支持中华职棒，请球迷朋友让我们再次为我们今天出赛的两队选手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期待他们为我们今天球赛。好，这是刚刚这个狮队的赞助厂商啊，百威啤酒的百威女郎啊所进行的这个开球。哇，他这个开球呢，还先把他原本在身上的这个罩衫呢给脱下来，哦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比基尼了。哦，这个现在也在南部开球的简易家主播可能会被比下去。